各位青少年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子贤。那我是12月24号到28号在三圣佛堂第七届青少年欢喜成长营的主题讲师。那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回家真好。一看到这个主题啊，我就想到一首歌曲，那就是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。歌词是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。其实很多人很想回家，但是没有家可以回。但是更可悲的是，有家可回却不愿意回家。其实各位朋友，有家可回是人生的福报之一。那希望通过这个成长营，我们一起来探讨回家的喜悦。那约定你了，我们12月24到28号在三圣佛堂见。